跟狗僵。我就是狗啊，你没有看出来吗？希望你站在我面前，我就会变成狗去咬死你。他在讲我是阿罗，也没得啊。OK， 今天呢，我就决定了，把我的开头从皮卡丘变成也没得。OK， 今天呢，我要拍什么影片呢？今天呢，我要来拍回复刷屏的留言。4.0 哦。回复狗刷屏，回复狗刷屏，超级狗刷屏。哎呀，我最近的刷屏又变多了哦，讨厌，我好喜欢刷屏来骂我，快点来骂我，骂死我吧，干。OK， 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一下刷屏骂我什么吧。OK， 第一个，傻逼，傻傻傻，小心我捏你的 BB 呀、啊，傻逼。很久没有刷到他了，还是一样喜欢拍这种垃圾梗影片。哦，你说我的影片垃圾？对呀、啊，我的影片是垃圾啊！你来看我的影片，这样你不是垃圾人类吗？哎呦，来看垃圾影片 ，Hello， 垃圾人类。他以为他拍这种没有营养的影片很好笑是吗？哦，我拍这些东西关你屁事啊！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。请问我的人生是需要被你定义吗？我又不是从你北北生出来的，请问需要你管那么多吗？真的是无脑哎。什么东西？几岁了还拍这种东西？那你又几岁了呢？在这里只会评论当键盘侠来骂人家，这样好玩好笑吗？请问，至少我的生活过得比你精彩，过得舒服，好过你呢？只能做可怜的智障儿刷屏，好可怜哦，傻逼。哪有问题，男生不要担当女生。其实你知道什么叫做节目效果吗？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节目效果的话，再请你去看多一点中国综艺好吗？这么多人男扮女装，你又不说他们，只说我，你分明就是在嫉妒我，还有针对我好吗？你这样子针对我的话很不好哦。如果你有本事的话，那你去骂罗志祥啊，罗志祥也是男扮女装啊，快点去骂他，有本事你骂他，有本事你去他前面骂他，快点哦。我真的好希望看到你骂他哦，真的跟狗僵。我就是狗啊，你没有看出来吗？希望你站在我面前，我就会变成狗去咬死你。畜生男下头呢 ？Oh my god， 我本来就很下头啊！你没有看到我的 IG 的名字那边写我自己是下头男吗？我本来就是下头男啊！我本来就知道我下头啊！好过你吧，这么可怜，这么可悲，永远不知道自己长得多丑多恶心，你比狗还狗，比狗还不如吧，比猪狗不如吧你。我要告诉你哦，你的报应很快就来了哦，因为你这样子说人家的话真的是很可怜，所以你即将得到报应。对，真的下头，他自己没有照到镜子吗？在这里评价别人，那你也没有照到下镜子吗？你长得比我还丑哎，这位妹妹，你比狗还丑，比猪还丑哎，真的是猪狗不如哎你 ，Oh my god！比猪还丑，还敢在这里评价我，低等生物烂泥。完了，他觉得这样很帅哟。本来就觉得我很帅呀、啊，我真的很帅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帅呀、啊，没有问题呀、啊。每个人都可以觉得自己很帅，每个人都可以活到自己想要活的样子啊。为什么需要你来定义我呢？那一下你的生活一点幸福感都没有，可悲，只会在这里当键盘侠，可悲，懒觉男。哦，这样我可以说你几倍女吗？OK，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对，非常感谢这些刷屏呢这么的支持我来留言来骂我，哈哈哈，我真的很感谢你们来骂我，继续来攻击我，真的很喜欢你们来攻击我，快点攻击我吧。 OK， 影片就到这了吧，我不想跟你们讲这么多了，就这样子吧，再见，白痴刷屏，去死吧，刷屏都给我滚。